哎，吃饭了！哎，吃饭了！哎，啊，出事了！太君出事了！梅龙，話せ。あのサラはどうやって仲間に会えたんだ。あいつの妻が名刺を届けると言って籠を持ってやってきました。中で二人きりで5分ほど会ってましたが、何が起こったのかは全く存じ上げません。誰が警備隊を行かせてチェンチャーを捕らえろ。行け。必要ない。彼は自分の妹をそそのさせ貸して自殺させ、高齢の合コンの挑発した。焦るな、あくまでも家族だから理解させろ。おい、チェンジャーハオをここまで連れてこい。礼儀を忘れずに。はい。什么？昨日そのチェンという女は昨夜路口で自殺したみたいだな。まああんまり血を流せずに病院に運ばれたら命は助かったみたいで、だが彼女が起きたらまた何かするかもしれない。同じチェンさんだから彼女を説得してくれねえか。你为什么要救我？活下去。孙大铁死了是为了让你活下去，只有活着才会有机会。求求你，给我一枪。你现在相信了吧？死在很多时候都是无法实现的美好愿望。比死更难受的是你必须这么痛苦地活着。白狼为什么没来？他来干什么？来救你。真奇怪，在广场上出现的人竟然是孙大铁，不是白狼。孙大铁。不想让白狼来救你吗？难道你就不想掂量出你在白狼心里的分量吗？啊！他不会来的，因为他有更要紧的事要做。他要是不来，他就不是一个男人。不愧你这么喜欢他。都说晋中出好汉，咱哥俩走了这么多地界，怎么到处都是怂包啊？就是，鬼子都打到门口了，也没有几个衙门站出来。怂包就怂包吧，宁服青猪肝，也别服猪大肠啊，是吧？对。大爷，这一位子咋样？我觉得能说。各位爷，小鬼子他娘的天天欺负咱们中国人，现在咱们终于有机会收拾他们了。
这头彩能让别人抢了吗？老白，别废话了，给俺弟兄们打他狗日的吧！好，我就知道各位是英雄好汉。这样，今天下午带着弟兄到这儿来聚齐，收拾他狗日的小鬼子。谁要是不来，谁他娘的就是没种！好。门关上。虎妞咋样？死了一次，没死成。你想咋办？信不过你老子，不敢交底。我相信过你，此一时彼一时。眼下缩回脖子是一刀，伸出脖子还是一刀，既然早晚躲不过了，还不如先抢过刀把子砍别人。孙大铁这个货，跟我年轻的时候一个怂样，可千家的事，总不能让一个外人冲在头里吧？可是雨天他太鬼了，我们能想到的，我保证他都能想到。决心只要下了，就要向周全早出手，保证一击必中。我们只有最后这一次机会了。把咱那两口猪十几头羊全都宰了！啊！听见没有？咱就这点家底了，不过了。就是不过了，抓去！都吃饱喝足了吗？饱了，道爷有啥事您吩咐。知道我找你们干什么吗？知道，我们几个都是刀爷你看着长大的，在沙湖口没家没业，也没人牵挂，活着屌晃荡，死了屌朝天。程某，刀爷看得上，有啥吩咐？就是上刀山下油锅，爷们万死不辞。万死不辞。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叫老刀把子吗？久了，沙湖口连老刀把子的刀是什么样都忘了。小点声，白爷。哎呀，你太不仗义了，这事儿你不叫上我。啥事儿？哎呀，那跟我装算了。团长，
兄弟，对不起了，我这趟是去送死，咱梁山大队总得留个根儿不是？司令，炖肉烙饼，我是白狼。白狼，就是找你，大半夜的不睡觉，想去干嘛？秀才，我有要紧的事要办。不行，马上跟我回去。团里交代给我的任务我已经完成了，我的兄弟现在在沙湖口受罪，我不能眼睁睁不管。白浪同志，你这样单枪匹马的去能干什么？干不了什么我也得去，老铁不是去了吗？你听着，我完成团里交代给我的任务，那是忠，是对队伍的忠，对国家的忠。我现在去救虎妞那是义，是对我兄弟的义。忠和义是男人的两条腿，缺了哪条我都站不起来。那也不行。白浪同志，营救工作是由团里统一部署的，你这样擅自行动就是无组织无纪律，是脱逃行为，你知道吗？秀才，你也不想想，就凭你们这几个人拦得住我吗？钱建豪，钱建豪，快给我出来，你白爷来看你来了。你们要找的人是我，我来了，把虎妞放了。打仗是爷们的事儿，别把娘们掺进来。好，慢着。钱建豪，我觉得你还算是个爷们儿，把虎妞带出来，我亲眼看着她离开，然后我白朗随你怎么发落，行吗？白朗を捕まえたのか。使ってじゃない。彼は自ら来て、虎妞は彼を代わりたい。俺はどうでもいい。今どこだ？保安隊にいる。1937年，鬼子他进了中原，打开那卢沟桥，他闯进了山海关。白狼，俺様は雑穀地にやってきた日から。貴様との対面を規定したいんだ。だがこんなところで会うとはな。我说雨田啊，你也是爹娘生父母养的，咋一点礼数都不讲呢？你们这些东洋小鬼子是秦朝的时候逃难过去的，真要论资排辈，我们这些人都是你的祖宗。你说你见着祖宗，你也不下个跪磕个头啥的？シナ人は口が聞くだけだな。貴様らの腕も口みたいに聞いたら、この戦争の結果が違ったかもしれない。仗打得怎么样？你心里最有数。反正啊，这些年死在老子枪口底下这些鬼子，就是让老子死上十回，我也够本了。戦争の目的は勝利を取ること。だが今夜貴様の結果はもう決まったぞ。那可不一定。虎妞呢？白狼，把绳子给我解开。你傻呀！
我不能让老铁在地下戳我的金娘骨。钱家浩，我让你当着所有人的面发誓，保证你妹妹今天晚上能平平安安的走出沙浦口。用你们钱家列祖列宗的名义，我发誓。 我们是按照约定行事的，貴様男人，武器下手。信用是给人讲的，小鬼子，你不配。站备。 你说咱怎么老这么有缘分呢？啊，松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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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咱们又相会了。<笑>日本人的狗，打我，抓起来，打死你！狗，日本人的狗，回去我再收拾你！你是日本人的狗，啊，带走。 于田上尉，昨天当着众人的面亲口答应放了虎牛，这么出尔反尔，怎么服众？是你发的誓，皇军可没有。是你们先答应我的。誰が聞こえたか？啊！人不能言而无信，人本来就没有信义。 所有的信义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战场上，一切为了最终的胜利。我们是中世纪的骑士，幕府的武士，不是，我们是学人，真人。为了最终的胜利，莫言，咱想绕着走，可这八路呢？ 偏偏往那套上撞，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的？说孙猴子再能蹦跶，也逃不过如来的抚掌心，是不是太监？太监，我的计划是被我妈给破坏了。我本来是赴宁拿到这个，八路谷的苏木马里行くつもりだったのが、我妹の手で壊した。 分かったのか、太监、我这不也是想帮忙吗？太监，你饶了我这次吧，太监。まさか、これは天意なのか、俺の勘。
完璧の計画は品豚の手で壊された。全て終わりだ。これでチェンジャーホーも怒るに違いない。奴が本気出したら誰も止められねえぞ。我的誓言就像泼出去的水，背信弃义，死后是要进地狱的。更何况她是你的亲妹妹。嘉浩，这种昧良心的事儿怎么不能干？进地狱，要是我真进了地狱，也总比现在这样人不人鬼不鬼的强。我真他妈想一枪把自己给崩了，一了百了，也总比这样一天到晚让别人戳着我脊梁骨骂的强。可现在我已经没有退路了。不，嘉浩，有，还有，只要你放了白狼，放了虎妞，咱们带着爹和二娘逃得远远的，管他什么八路还是鬼子，都找不到咱们。有这样的地方吗？有，一定有。兴师动众的到底为什么？抓捕八路，你和钱家豪功劳大大的。我们得到可靠的情报，八路现在对你和你的家人进行报复。御殿军怕出意外，特地派皇军来保护你们全家。皇军的一片好意你不干净。御天上尉，为什么要在我家出殡，把我的亲人都扣押起来？前太久敏感しすぎたじゃねえか。誰が人質連れたって言った？不是扣押是什么？我らが得た情報では八郎軍は君がバイランを捕まった頃、今お前の家へ行って家族を収集するんだ。だから俺は部隊を運んで君と家族を守っているんだ。なんでそう言ったのか。そうだ、ちょうどいい。お前は今警備隊を連れて各村に行って我らの米を吸収して寮生まで運べ。今すぐだ。何が問題でもあるのか。他们这个时候让你去，不是摆明了调虎离山吗？就算知道也没办法，鬼子动手比我快，家里人都在他们手里，我什么也做不了。那怎么办？人就不救了？
暂时不能轻举妄动。你老老实实在家待着，那也别去啊。有什么事情找秦红兵办就好了啊。等我回来再想办法。啊。张三。掌柜，人都集合好了吗？集合好了，就在外边。走。小説の芝居の中で出てくる英雄みたいにいい品質持ってるんだ。孙子，别拿马屁来舔我。你白爷爷这辈子马屁听得多了，来点实在的，好酒好肉招呼着。孙子，记住了，能为女人死的那才叫真爷们儿，像孙打铁那样。当然了，你们肯定做不到，因为你们根本不是人，你们根本不懂得什么叫情，什么叫义，什么叫忠，什么叫信。等什么时候你们弄明白了，那才能活出个人样来。别以为你看过几段典故，你就算了解中国了。中国的学问有五千年呢，大了去了。かわいそうなシナ人。いつまでも過去のことばっかり考えてや。目の前のことを忘れてんだ。この戦争みたいに最後の勝利者はこの俺様だ。ただ勝利が来るのは簡単すぎた。你以为这样你就算赢了？你只不过才杀了一个白狼，中国还有一千个、一万个、一千万个白狼会站起来。中国人太多了，你杀不完。そうだ。確かに品人は多いけど、英雄は少なすぎる。俺はここの奴らに見せて、彼らのヒーローの死に方を見せてやる。そうだ。そういえばお前の父ちゃんもこの村口で首切られたんじゃねえか。運命は絶妙なことで、親子が同じ死に方を全く同じだとは。あんたはいつ白狼と不尿の処分をするつもりですか？お前の意見は？剥げればいい。白狼の部職とてもいい。外の町の軍はいつばっかり時間が流す。もし変化がある。でも今まで全然好。本当に変だよ。我々は彼らの家族を返事での連れて、私はジェンチャーハオのこと早く殺すから。焦るな。バイラの仲間の方が焦ってるぜ。ジェンチャーハオに関してはもっと心配いらない。奴のことは俺の方が分かってる。ジョガの感覚とっても良い。でも八郎君は騙せない。
今度こそ八郎軍の主力部隊を全滅し河北地域の抗日団体をやっつけれなければお前俺と兵士たちがみんな死ぬのだ。なぜ山崎司令官はすでに命令を下した。 今回我々が失敗したらみんな腹を切るのだ。山崎なやつもいつも責任は部下の上でつける。俺は兵士たちと約束をしていた。彼らを生きて日本に連れて帰るのだ。だからこそ俺たちは命かけて作りを全力していく。 一命はいつもだねばどうするのですか。ならばアイランをずっとやり続けっぱなし。アイランの仲間たちを闘志を壊して奴ら心の中の英雄が最後どうやってクソったれになるのだ。見せてやるのだ。 山崎，情感，是。二少爷们们，都给我听好了，都好好活着，多杀鬼子，将来给爷爷我报仇啊！都听见了吗？记住了。 你想把我引到鬼子的邪柄堆？你误会了。误会？误会个屁！白浪和护牛都关在了鬼子的大牢，就是相信千家号。妈的，俺们防老你，你反倒回来恩将仇报，你还算是个人吗你？那都是鬼子干的，家浩他也是逼不得已。你偏鬼的吧你？是真的，我现在有办法救他们。 这里四处都埋伏的鬼子和便衣，你们只要一动手，马上就会被发现的。那你有啥办法？我自然有我的法儿。现在只能死马当做活马医，你们就再信我一回。明天晚上三更天，你在北城门外的官道边等我，救不出两个，我起码能救出一个来。那边都是开阔地，你要是看着不好，随时都能跑。 不好了，来人了，快走，快走！张三，张三，太太，把门关上。太太，您还有什么吩咐？ 张三，我问你，平日里我对你怎么样？那是没得说，在这世上除了俺娘以外，也就数太太您了。好，现在我有件事想求你，只是难以开口。您说，只要是太太您吩咐下来的事儿，我张三就算是提着脑袋也给您办成了。 我想请你再带我见一次虎妞。啊？这你还不知道呢？就为咱上次那个事儿，小野他给抓进牢里去了。那现在那日本人都不跟咱们来往了。
我看这事儿，你有点难。这回，我不光要见到他，还要想办法救他出来。您说什么？这可是朱九族的罪啊！那日本人在广场上杀八路，您是没瞅见的，那人吓得连尿都出来了。 这是我这些年的积蓄，都给你。你拿回去给你娘养老也行，投奔八路也行。太太，不是我张三不帮您，就我确实没这个能力呀。太太，您这是要吓死我呀？那你答应我。 我试试吧。小四，司令部现在有人吗？没有。啊，那你帮我把那屋子打开，那房间也该收拾收拾了，好多天都没通风了。是。 どうせもない。我々見つから出血すべきか。焦るな。落ち着け。中国の狂劇を見たことねえか。いつも主役が登場する前に激しい六点が鳴らって、それから旗がいっぱい出てくるんだ。それからが本番だぞ。ほら聞け。 妙な音ではねえのか。ほら聞け。これはもうすぐ出番だ。